桑葚小巧可爱，味美之多，是很多人喜欢的食物。殊不知它还是很多中医偏方喜欢用的材料之一。它作为黑色食物中的佼佼者，入肝肾经，具有补肝益肾、滋阴养血的功效。因肝肾阴虚亏虚所致的头晕、目眩、耳鸣、失眠、盗汗、虚发早白等问题，多吃它没错。作为水果，桑葚极富营养，其中的脂肪每百克鲜桑葚含 0.4 克，干桑葚高达 6.1 克。桑葚的脂肪酸主要为亚硫酸，属于不饱和脂肪酸，在体内不能合成，只能靠食物供给，对人体具有重要生理功效，故被称为必需脂肪酸。桑葚的并医营养优势是其中的无机盐、干货尤其突出，堪称高元素食品，如钙、磷、锰、铁、锌、硒等。不仅诸多干果，就连许多高营养食品都无法与之媲美。此外，桑葚中还含有不同量的葡萄糖、果糖、柠檬酸、溶酸、苹果酸及丰富的维生素。桑葚吃凉好处多：一、桑葚属繁花果类，肉厚多汁，除鲜食之外，要想长期保存，需进行加工。最简单的方法即是蒸后晒干，做成桑葚干，也可以制成桑葚蜜饯。若用洗净桑葚煎煮后取汁，加入蜂蜜，调熬浓缩制成，即为食补食疗佳品桑葚膏。另外，还可用桑葚胶取汁熬烧酒，或以桑果煎汁，与曲米同样，制成桑葚灸饮服。桑葚食疗好处多多。二，它能补充钠液的不足，增强胃肠的消化吸收能力，并能刺激胃肠，使消化液分泌增多，因而可帮助消化，促进大便排出。习惯性便秘、产后便秘及老年人血虚便秘者服之尤佳。偏方送上：桑葚粥。原料：鲜桑葚50克，甘蔗30克，粳米50克。制法：将洗净的桑葚与粳米一同入锅煮粥，先无火烧开，后冷火煮至粥成，加入适量冰糖，调匀即可，每日早晚餐服用。桑葚粥具有滋补肝肾、养血明目的效用，是宜于肝肾阴虚引起的头晕目眩、视力减退、失眠、耳鸣、腰膝酸软、虚发早白、血虚便秘、贫血等症的食疗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